免费的是我们的产品，对吧？因为它有这种，就是，已经收包装和折个拉大的拉紧的一个镜头，已经收包装是吧？它的硬度非常非常之强，是吧？以至于它在活泼是吧？叠落的过程中，刷一遍啊，叠的过程中好，然后叠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拿那个产品到那个显微镜下面看，它仍然它就保存那个。古镇的那个完当了。成率就会很低，是吧？也是一个产品一个特点。好，然后打勾勾，是吧？好，那么这是别人家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好，别人的产品，吹，是吧？因为它会有一些在润湿过程中啊，在使用中会有些外力的嘛。好，打，这样子好，接下来好，然后再去等你出来之后做个检查，会发现。它的胆汁率就高了很多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包装的厉害之处。啊，第三个也是我们的，就是按照我们的常规包装，整瓶包装，是吧？然后整个它是硬塑料的，它一样也可以接受到一个外力的刺激，它不会破损，里面不会伤害到你们的产品，是吧？不会伤害到你们的产品，它的一个对产品的保护性就比我们的同行要强很多了。